感谢赞美主，也谢谢所有家人的摆上。好，这个建殿勇士分期奉献的通知，如果你是一次付清的呢，这个可以先稍微这个略过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我们有分期奉献这个计划的，所以牧师师母真的可以放心，以后一起发光的家人会一起扛下这个教会。感谢赞美主，也谢谢所有家人的摆上。好，这个建殿勇士分期奉献的通知，如果你是一次付清的呢，这个可以先稍微这个略过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我们有分期奉献这个计划的。那每月九日，就是 ASA 会将以 LINE 的方式提醒，那刷卡奉献的这个连结。那每个月十日就请汇款或刷卡到 ASAA， 每个月十五日针对贵人再一次的发出温馨提醒，贵人好不好？因为我知道其实不一定每一个大家的发薪水的日期都相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相信教会也是有这些想法，有些人十号，有些人十五号，有些人五号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揭晓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我们奉献募款已经达到906万了！哇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掌声继续不要停，归给荣耀上帝。所以我们等于是已经完成了装潢加三年新堂租金预备的建堂募款，感谢主啊！因为当初我知道，牧师师母因为在做这些预算上面要募多少款项的时候，有多抓一些，因为希望就是当然为教会所预备的嘛，所以就抓一个整数。但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，算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建殿的募款计划。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今天本来是轮到我要上来募款的，但还轮不到我，募款已经完成了。